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马，我们今天一样要来打。OK， 那我们要来玩一下，我们没有要玩积分，我们要来打一般对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选哪一只狗啊？我希望可以，因为我等级慢慢上拉了，好像也遇到比较一些厉害的玩家，对，不见得可以。好，那我看一下队友。那我就选呆呆兽啦，我还蛮喜欢呆呆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呆呆兽可以玩单一控场，哦，单控场控一只，等于说五打五的时候，如果有一只稍微绕单，机会找到那一只，或者找到他的技能特别强的那一只的情况下绑下去，哦，那我觉得有机会试试看。来呀，那呆呆兽的技能下去。鬼子好可爱哦！那希望手机版出来之后呢，可以实况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打。对，然后再一个。我的目标先进化。然后学R的那个冲浪的一个技能，这套技能是有点偏向持续半持续冲浪来，哦，然后我觉得它的攻击，啊，还有这个，来，看，拉，然后给各位看一下它的技能，哦，一开始真的高攻伤害，而且哦，那波枪都用，配合下去好棒，非常棒，赞。来，这边是。但有可能对面会来做攻击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哎呀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那就先不防了。对方不想来攻击，来让对方稍微扣了一点。等我两秒钟。哎，持续性伤害，哦，这个可以啊。我们目标双小火龙身上好了。我想用挡的超好的，来挡上来，危险技能，我来了，你们要表技能展示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好，看一下，不要冲上去。再来第二个技能出来，这招是单只控场，就像刚刚如果小火龙如果是那样过来的话，如果单一只就很好把它抓起来，然后赶快让队友疯狂输出一波，哇，对，欸，上面直接就展开一二三四，哦，可以，来支援一下，来支援一下，可是我感觉我过去就，哦，还有。你看小火龙，哎，再见，抓起来，哦，对，你看，哦，这个抓起来就对，哎呀，好，我往再往下，我往再往下。太好了，我想到强，我这个队友超强，我这个队友中老，我是队长，可以打他，负责辅助完全，哎。
队友撤退，哎，退退退，哎，哇，哦，皮卡丘支援支援太赞了，来吧。对方跟我一样的技能，啊，呆呆兽的玩法大家都很喜欢。我有绑架，好像让那个刚刚那个猎鸟误杀一下，如果看到他会死掉是吧？不知道有没有帮助？你看那个阿伯说我真的强，输出真的高。我刚刚其实有看到阿伯说躲一下。捡起来，有机会就赶快给他算了算了。我赶快拿，还可以。有大姐吗？再来，再来一张，哎，好厉害！有没有绑起来，还不绑爆？有成功弄到技能，加减消除消消耗对方的一些血量，这算好事。加减啊，对，你看阿伯索鲁太强，然后阿伯索鲁其实消耗的时候真的有点难。可以控场，来通知这个控的呢，基本上是让队友有机会跑掉，来吧，让对对对，来送，来送，你敢控我也敢控，互相对不对？嘿嘿，哇，这场完了，还可以，有机会。好，我们撤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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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回家
扰抓到，你看有限。我觉得打得不错哎，老实讲，这场真的不错，哎，差距很小，好、哦、各位，这场不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62最棒的白来兽48，哎，代表我玩的还算不错啊，老实讲，哎，以白来兽的状况来说，我觉得玩得算不错。好啦，我们白来兽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这是一个控场游的一个方式啊，当然呢，这个玩法呢还是必须靠给力的队友。还是得靠队友，不靠队友，其实讲出来也蛮辛苦的，有点难输出。毕竟我觉得呆呆兽输出还好，能削盾就削盾，能削一些血量就削一些血量，主要是那个冲浪的那个技能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啦，喜欢按下喜欢，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